他晒太阳。他昨天半夜播的，晚上给他晒太阳。这眼镜戴着。昨晚多晚啊？昨晚播的完呢，挂时长。我想起来这周没有挂时长。这边气温多少？今天20度左右吧。吃过午饭了，刚吃。钓鱼空军啊，你在哪里钓啊？我们贵州这边也有个地方叫万丰湖。钓鱼特别舒服，黑眼圈有点重，对，那戴眼镜更黑。那可能要一个星期挂3次，半个小时，它才加2.5分。然后我这个号已经不足60分了，不足60分，要是不把分加上去的话，它就会直接那个。他就直接那个封掉，所以说得加点分。成都三岔府啊，那个地方也还行吧。你刚刚呢？左号。好好看，给他晒太阳，陪老头晒太阳。胡志明我没去过，越南是吧？但缅甸我去过，缅甸我们这边过去就2个小时，2个多小时，2个多3个小时。这老家呀，单反行星真打款，秒到账的同城旅行，邀你收看高光时刻。天气好，心情好，是的。没啥事，走。NBA， 居然看视频。没有，刚刚在那没事情看视频。想着还不挂点时长。我这不是 OPPO 折叠，我这是那个叫啥来着，我看一下，反正叫什么石啊，反正就挺薄的一款，挺薄的一款。昨天晚上稍微挂了一下，哎呀，他这个 OPPO 的全系都有，不是这个，另一个，3000块钱好像是。尿缸子，尿穿鞋子。我帮你穿。哦，对 ，RENO 没有，我觉得这个手机薄啊。那个利好也没啥太大的利好吧，不是主要原因，现在还是科技股和科技股市场嘛，那是一个逻辑，一季度的一个逻辑。聊腿。我推你吧，我推着你玩吧。不是，你看你。他陪老爷子。
还晒太阳，在我腿里。啥呢？你咋腿了？700多块钱。嗯，700块钱啊。嗯，晒一下子太阳。他90多岁的，你给他整电动轮椅，他弄得明白吗？你想啥呢你？90多岁，你给他整电动轮椅，他弄得明白吗？等会儿他一天又想跑出去。我跟你说，他本来92岁的时候，他都还能走路，还能去超市，但有的时候他就自己贪玩，他就自己走出去，有一天就被人撞到了，然后就把就是盆骨的你骨骨给他摔到了，换了一个，不然他自己92岁，他还能下这个坡呢。这个坡他还能走下去呢，92岁他还能走下去，现在不行了，现在只能在这待着，老实了。亲爷爷啊，肯定是我亲爷爷，现在老实了。旁边那个就是我练的车，你看到没？练的车。我夹过来，把这个夹子拔起来了，不行了。哎，耶！我考的就是这种车。啊？我考的摩托车就是这种车。考的？嗯。你考这个几？考这个可以骑三轮车和摩托车都行。笑死！这三轮会不会翘头？有点困难。没，我是给他讲，给我爷爷讲，我原来我考的驾照就是种三轮摩托车。我在上海去住。我先考那个摩托车，不是三轮。上海贵的，我砸得很。他这个没钥匙是哪个保管？啊？钥匙？哪个？要门的钥匙？晓不晓得？他修这个房子有柱子的，嗯，打柱子的，嗯，这房子啊，他有柱子没得？他听不到你讲大声的，讲大声的。你这有柱子的，嗯，打有柱子的，嗯，他说上海开这个车是吧？没有，我爷说上海复杂的很，说我去上海肯定要被骗，大概是这个意思，让我不要去上海。大概是这样的意思，他给别人说，他不是说去上海开着车，他说上海复杂的很。怎么一眼看到这个？没有啊，就那天芯片不都在动吗？这个票我之前坐过。就顺便就打一下摆嘛，头发长了还不能剪。2月2龙抬头，对啊，我家3代单传就我一个。我不去骗别人就不错了，我不骗别人。
这不炒的都是带液冷的服务器吗？西部算不算？不算吧，不太算。磨一磨呗，反正坑都站在里面。哎呀，如果算你分期的，这是打三零的。如果算你分期的那天，券商不动的话就卖了；如果券商动的话就不卖了。这个就是我的处理办法。还是有点不一样，还是有点不一样。这儿其实第一波也没多大高度，所以说还是有一点点不一样。对啊，挺好的地方。这两个树比我年纪还长呢，比我年纪还大呢，这两棵树。这晒太阳，你不要跑在这。嗯。可以有阳光的地方。嗯。啊，晒去。对啊，爷爷家。周末嘛，没啥事嘛，陪陪他了。晒气，嗯，这样老年人晒晒太阳挺好的，挺好的，对，别天天在家里孤着，就挺不好。头发我真不剃，反我剃了，有些人会没安全感的。我一个人在这边，对吧？还是不剃好。西瓜老师在。是是，家里好玩不？还行，还行，在家里。就会懒一些吧，感觉会懒一些，生活还是挺那种舒适的。你们听得到鸟叫吗？有鸟儿叫，你们听得到吗？有鸟叫，听得到吗？听得见啊。还有小孩子的吵闹声，
对，小孩子在那玩。注意车，小朋友。这些小孩子，那车子要开下来。云贵船说话，中气主就大嗓门喊关了。我开啥车？给你看我开的车，在这。你也不晓得这有几啊？啊？我有弄个红大狗的眼嘛。嗯，晓得。对。红色法拉利，红色法拉利。敞篷的还是对吧？可以啊，这车。讲究。那叫我干嘛去呢？我说你给我花钱，你买辆费事，我不给嘛。嗯，买辆子。就是几家房子。哎呀，不买，买套房子。我爷听我说我考驾照，然后他以为我考的是小车驾照，然后他说他买个车给我，让我赶紧考。我说我考的是三轮车，气得他。他说他去把他主房卖的，他下面有块土地，他刚才在这说，他说可以卖145，他说给我买个车。天天在农村，农村不挺好吗？反正你有网就能做。这不是行，行吧，真的行。两个儿子，三个姑娘。羡慕还有爷爷。有个四个爷爷。有爷爷的时候就多陪陪他，对吧？老子。嗯。姑娘的脚。嗯，他又在给我介绍那个这边的女孩子了，又要开始。你是回家的，哥们，我不回家。他是和我定了。问你的喽，嗯，是啥姐来问的？你的有问那个，我哪来的？我哪里有那个机会的？嗯，不是，我们这中间我都要住在广场，就是啊，他说他要找那种就在家里煮饭吃的那种。还不是规模的，嗯，一样漂亮。笑死！我跟他说，现在的女孩子，我们同龄的女孩子，每家都是当保养的，没有几个会在家里这么安安心心给你做饭的。他不信，他说我在农村给你找一个，还是大学生。叫他做饭就做饭。那海绵会。那海绵他不会在我们那个地方做饭，他希望我在老家待着，然后在老家做饭。
你是人脉广啊，是啊，人脉广呀、啊。去啊，下个星期去。再来，我又不动，我不刷碗，他觉得我刷碗刷不干净，我觉得挺好的，刷不干净他自己刷。你看这花都开了，这是什么花我也不知道。你知道这个是啥吗？老师们知道这个是啥吗？知道这个是啥？这个韭菜，儿子，韭菜，等会我把它割了。哎，韭菜，我把你割了，好吧，炒韭菜吃。直播现场割韭菜，你破三疯子，你你看他的手机，陈春平139，你看他的手机，你看高浪子。他这手机就不会被骗，你知道吧？转不了账，转不了账。美国牌。我拿充电宝来。没电了。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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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嘟，就毛线一个，我说这个手机怎么可能会有一个这种东西？都不能下载通吗？笑死！对呀，陪老爷子晒太阳，拿个女的，算了。天气好啊，20度这两天，在这里，现在这个大陆几个，就我们房子，22米，将近一步，往头外头离回，五百个平方，到我这去找我，我下下周走了，来旅游的话。我可以给你们推荐一些吃的好吃的。真的呀，喝那个好得很，还不算还是做。安顺的到我这很近啊，2个小时。
高兴啥逻辑？啥逻辑我也不看了，做完了，什么都好，就没美女。这美女你看都看了快十年了，回家来看点鸟语花香不挺好吗？哎，那真要看的话，马上打两个电话不就有人来陪你直播了吗？你们想要看美女在旁边直播吗？主要我现在不敢。西部有啥秀？我反正自己觉得绕不过，所以说就拿着了。我的做法你们又不知道，就看一个方向，看好就拿着，然后拿着要么涨，要么卖，那输估计也输不了几个点。涨了吗？就拿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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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拿着。就我其实做的还是蛮简单的吧，其实还是蛮简单的。我不像你们有这么高的预期。我这叫稳稳的幸福，做错也输不了啥，堆了就能吃一大波。没这么贪心，我更在意的是这个坑我能不能站住，站一个绕不过的坑。连板做呀，就我自己买的，要是连的我就去加。你可以看像西某部对吧，我做了好几天了，那天连我也是加呀。2019年2020年那个时候年轻嘛，年少气盛嘛，更追求弹性嘛。现在不太追求这个东西。其实这个也可以加的，但是那天我觉得它没顶住，我就觉得挺低预期的，我就出了。跟体量没关系，就是想稳一点。反正时间决定一切嘛。你拉长周期一看，你会觉得一年做个几波对，做几波对的就行了。你看，其实去年也没做几个呀，去年就4月份小商品，6、7月份的那个7、8月份的太平洋，然后年底的高新和。恒润其实就没做几波，去年就真正赚的比较多，可能就3波吧，就一年做对2、3波就够了。今年年初已经做到一波了嘛，所以说预期就降低一点呗。这市场赚不完的，这个怎么看？你看，就它一直在我上次做的那波下来的位置，你问这个问题。
增加啥预期啊？继续加速呗。晒得差不多睡觉吧，田里面睡觉了吧，睡觉。我睡觉，中午睡觉，睡觉。我拿凳子来坐去。他不用，他不用小被子，衣服可厚了，衣服可厚了。他不睡，不想睡就算了。今天天气，前两天天气没这么好。对，阳光真好。年前到现在都没有剃头。小龙，小龙，上面有一个，就是这上面有一家养的那个鹦鹉啊，然后养了应该也有五六年了。我家之前每次带我的那只狗叫小龙嘛，然后就喊习惯了，它就那个鹦鹉它就会叫小龙，我看今天能不能逗它，我也不知道还在不在。小龙，小龙，找票怎么找？我找票很简单。就前二十成交的里面去看板块就行。小的都不看。鹦鹉只喂狗，对对对，鹦鹉只喂。这个挺好的呀。眼睛有点问题，就这么简单啊。好像叫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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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们听到吗？小龙，小龙，他还不叫，他会自己发出那种像口哨的音。没有，我没把狗带过来。从这个市场现在最热的东西，你就拿着就行了呀，不要天天反复的动态。反正他停两天他又往上，停两天又往上，拿着呗。大的它是一个充分的博弈，它就各方面的都有参加，它会相对公平一些。为啥长多了呗，停两天。你肯定有啊，各方面的博弈都有。那只把嘴巴开啊，叼出来啊，口水，叼在衣服上啊。
口水。字开战，战战，字字拿字开。风大了，要不进去睡觉了。哎，进去是。嗯。应该是抽烟的嘛，哈。嗯。房子买了没有嘛？买房子。以前我是三瓶也可以，现在有五瓶。矿泉水啊，啊，几只买了嘞？但是水不会流。哎呀，他让我给他换那个饮水机，他说这边要卖1000块钱。我跟你说，这些人真的是骗老年人，这玩意要卖1000块钱，这他妈啥年代了？就这么一个饮水机，现在60块钱都没人买，要卖1000块，我疯了。我给他买了一个，网上买了一个很好的，才200块钱。我刚买了一个好的，300块钱已经很好了。就是这种罐装水的，他就要喝这种，然后他还必须要他买的那种山泉水，就我们这边老家的那种山泉水，6块钱一大桶，6块钱一大桶的山泉水，人家给他送来，没有，就是他。他说他要换，他说这个不好了，他说他要换一个一样的，他说，这边说要卖1000块钱，我说怎么看？我这属于价值，我不是价值投资，我是要这个叫波段增量，叫卡增量玩法。他吃饭是奶奶给他做，但奶奶今天手那个有点那个叫啥腱鞘炎，去看那个中医插银针了。对，波段卡增量完了。3块钱一斤的，没在，他在上海。最近我分开都有1个多月了，习惯了，已经习惯了，感觉没他也挺好的。对，就做针灸。没分啊，就是没待在一起啊。我也没出去浪呀，我这不每天闲着没事就跟你们聊聊天吗？我去浪啥呀？我都30岁的人了，干啥没玩过呀？这么多城市我都玩过了。嗯，真的能让我动心的东西不多了。又来敲诈勒索。反正是成都是我觉得最好的地方。成都最好的地方。三亚有啥项目？成都有啥好？成都，
成都你可以约人来家里打游戏啊，对吧？真打游戏，我骗你干嘛？我都是打游戏，打 PS， 打 VR， 什么游戏都打。我跟你说，只有你们这么无，我是真打游戏。小狗骗你。拿不住票，我就没有拿不住票的这个情况过。拿不住票只有一个原因，就是你参与的太多了。你要是就像我这样，就咱们就该过生活就过生活，然后就也不要指望这上面能挣多少，就拿一点点钱玩玩，你就不存在拿不住了。反正涨也就这么多，跌也就这么多，就放着呗。就这样的话，你就很容易知行合一嘛，因为没有太过于影响心态。我说大实话，我骗你干嘛？10万肯定不值，10万块钱，你这不开玩笑吗？不想发财来干嘛？嗯，也是发财吧，只是说大家想法不一样。大家想法不一样。我没有手续费，我手续费现在可低了。你想，我一天才换几，我一个月就换几个东西啊？只有你们要付很多手续费，我现在手续费也可低了。我一个月，我一般又不，不止手续费低，我连那印花税我都低了好多，一年能省好多印花税。我提又不提，我就连续买，连续买。就一笔买卖，一锤子买卖。没有，我在看那个小朋友，那小朋友在那玩，我看到那个车，我怕那个小朋友被车碰到，我得盯着一些。虽然不是我的小孩啊，但我觉得挺危险的。你我看啥？然后这是一个坡，这是个坡，刚刚小孩子在这里玩，那上面转车下来就有点，我害怕嘛。看一下，这帮客户经理跟我啥关系啊？没啥关系。这不贴家访，我怎么过来？我这边有人开车送我下来的。肯定女的，谁说的？对对对，我车挺拉的，笑死。哎呀，
能没有走的，但也可能走了一些了，只是你们没看到，不然他怎么会有钱买新的东西？谁说的？我感觉都看好科技啊，没人看这个方向呀，一个都不看这个方向，都在看科技。嗯。嗯，咱靶子号啊。知道，而且他去年，我今年年初过来的时候，他就跟我说，他说他天天看新闻联播，他说他给我说让我小心一点，他说他天天看新闻联播觉得很好，这个各方面都很好，但是他总觉得不好，他说那个东西是反着看的，让我不要太天真的相信会很好。我说好好好好好，你看人家还是明白人，九十多岁了，可明白了。你中午还是找三个啊？嗯，对呀、啊。韩博士，那几个姑娘儿子也在送那个。国内的房间，像做牢笼的，连管理不够。嗯。我也在这搞钱了。全脸，全脸怎么了？你要把我脸截下来去做人脸识别吗？我主要有只眼睛有点问题，所以说我不太喜欢露全脸，两个眼睛是飘的。对啊，他不在吗？我没事呀。对，还在贵州。人家咬你牙刚断，不能做手术，不做手术。你中国也当过一次喽？三省市考完要10天之后才能考，我是周一考的，周一到这周一是第7天。周二第8天，周三第9天，周四第10天，周四周五才能考。我在身上动刀子的事情我从来不做，什么都不做。哎，不做不做，怕，害怕。主要我天天看电脑，你说我去做那个眼镜干嘛？不做了。戴眼镜啊，平时戴啊，但我那个眼镜是变色的。对，我这小的时候被磕到过。那现在戴着黑的，就不太好。竞价结束了呀。这不是住山上，这是我们这的供电局，然后爷爷在这当了30多年的，他们那个年代可以当30多年供电局局长，然后他就一直住在这里，现在已经搬迁了，就这是老供电局了，这市区，在市区里面是吧，反正我们这个市区就是很那个的，现在这里叫供电所了。他就一直守在这儿。
守了多少年了？守了40-50年了。天很蓝呀，白云都没有。今天天气好。想看法拉尼？那我的敞篷版的三轮法拉尼。安排我，我像是那种上班的人吗？我像是那种上班的人吗？对，这是爷爷青春。不过，他原来我们这边不是有很多水电站吗？然后他原来可能一个月才能回家一次，因为要去山上修那个水，监督修那个水电站嘛。也是挺辛苦的，他们那个年代。我绝对不是无证驾驶，我考过了，我就是有证驾驶。风有点大了，尽快睡觉了，好不好？风大了，对，他们那边有信仰，你看一点不拿国家的东西，就住这个地方一点都不拿，就拿国家一套房，而且还是守大门的，这就是供电局大门，你看就这样守着，一守守了50年，就这样守着这个大门，一分钱不拿国家的，守着，你看，守大门，这么老了，90多岁还在这守大门。退休工资就5-6千块钱。看病。应该是全报销，他应该全报销。我不太了解，就问我家里，我没管他这些东西。收款没你收的吗？嗯，晓得呀。因为新房了吗？嗯。啊，退休工资都这么多，他们平时一个月就用几百块钱，在我们这地方，这样的地方，就几百块钱。你可以要不要看一下他吃啥东西？他就吃的很简单。我吃的很简单。煮了一个排骨，然后泡了一点菜给他，拿这个烫着饭吃，然后素菜，就这么简单。炖了一个排骨。对，他连90多岁了，他就想要那个油汤拌饭，然后吃点菜，他就。对，他吃的消化不了。然后早上吃碗面条，下午吃个甜酒汤圆。不过今天给他买了牛肉，等会晚上给他吃点牛肉。春联我贴的，贴的好吗？你看一下。大吉大利，起重机，这是起重机吗？我也不知道这是啥，这不是自己写的吧？这不知道他从哪来的，他拿给我贴的。
小地方的。我的那个甩炮没有了吗？给你们看这个。啊，不可能没有了呀。我跟你说，小的时候，我操，弄掉了。小的时候，我买这个东西，揣在裤兜里去学校，有同学问我要，我说我没有，然后他让我拍拍兜，给他看一下，我就真的去，就揣在裤兜里，我就这样，就这样，我就这样拍一拍，结果一拍裤子都扎穿了，我操。全炸了，擦狗日去！哎，去，起来啊吧，起来啊，这给你们睡觉，啊，你不塞腰啊？什么小弟啊，哪有啥小弟啊，你又不是黑社会还小弟，我的天。狗子啊，哦，狗子，狗子没有，没带下来，狗子算我小弟，可以。啊，裤子，啊，他说裤子你的小弟，我操，还在还在，扎糊了。嗯，给我点个。嗯，这个皮鞋啊，3000块钱。这些皮啊。3000块钱。啊？3000块钱。啊？3000。哦。你们会看手相吗？嗯嗯，这手怎么看啊？这能看出个啥啊？你给我说。反正我抓不住钱，我漏的。我不信。我们干活吧，看得出是个男人，手掌厚。感情丰富，看左手是吧？来来来，你们都专家，我的天。哪个是感情线吗？哪一根是感情线？这根是还是哪一根是？左边那根是还是？你们给我玩玄学啊！这个是感情线是吧？我这有后面还有交叉，要得两个是吧？30岁之前要结婚，这细纹有啥用？看不懂，这抬了10几个。360一战，对，哇操，360那把真的是太是，我其实
那把确实上头了，老天救了一把。还能这样，那天我都也吃惊了。又老婆，其实我很难单调的，现在不会这么上头。西南看不懂啊，感觉没其他两个好啊，不过没啥区别，要动都会动。坐脸，房子呗，哎，大票，拐点，看不出啊！你现在不要去预判，香港能买啊？你要买吗？我给你推。才买的，保存，而且我这边可以返到30%多，第一年保费可以返30%多，而且当时是一次性弄的港币。有啥用啊？可以返钱啊。没有，我之前2019年就在香港有那个，有一些。大概反正算下来是几个点，我看一下，算下来当时是算的是5%-6%是肯定稳住的，交5年嘛。大人要吃亏一点，小孩要划算一点，等有小孩的时候还可以给小孩配一下。他是一年一年的付，然后你钱就可以放在他那个合作的那个银行，然后去做港某股先放着，然后到一年了之后你又把那个钱提出来再来付。来了来了，家里人来了，钱出不去，这个自己想办法。香港还是挺好的。来了来了，来我帮你。你要走锤子吧？他已经走完了。啊？走完了。他已经甩了。啊？他已经甩了。来。
不是，哎，从四月有人。老爹妈来了，没卡没卡，你买起彩来了是吧？啊，卡吗？不卡吧，可能是你们刚刚让我提那个东西，不让提那种东西。还在老家。哎，我那这个凳子给你。房间怎么的了？没得，他可以真收去啊，这查啊收剪桥去。我给他买的有那个牛肉，他想吃牛肉，买完吃牛肉。可以啊。爷爷这边有奶奶照顾，那奶奶今天，这边是他们原来的那种宿舍吧，供电局的宿舍。哎。红牛，红牛，红牛。对啊，没啥影响，但是还是要回去。接不接地气？你本来就不是啥，你就是一个草根，有什么接不接地气的？主要医生要钱，对对对，他就觉得在这个小地方没出息。但我家里人所有人都不可能跟我过去，他们这边有自己的生活。亲这个啊，我觉得就是一个投机性的一个题材吧，卡一下这高低切，没太大意思了，最多再炒个几天吧，可能会有更新的东西出来。一季度一定要重视一个东西，一季度一定要重视一个东西，就这个数据资产入表。这个肯定今年要炒的。之前都没有进来嘛，就是你原来对吧，这种房子它叫固定资产，它是能计入总资产的，你懂吗？这个房子是能计入总资产的，但现在就你那些数据也能计入总资产，懂吗？也是能作为总资产，懂吗？这个是去年新规，今年才开始入标。什么样的数据？肯定是有价值的东西。你撸啊撸的算你的，算你的资产。但是嗯，这种法定的角度来说，那个不算。嗯，可交易资产才算。你那个东西又不能给别人。
之前是炒预期，现在是炒落地，肯定会有动静。对，都会有。其实这个东西它本质不是为了装资产都是小事情，而是因为有了这个东西你总资产变大了之后你更好做那个并购重组，知道吧。为什么这个？因为它现在是从商业价值来说它是很高的，它在跨境这一块它是他的那个数据是很夸张，你没看他前几天刚成立了一个某某某公司吗？有没有看到一个公告？那个沙特要进来，哎，反正很多东西，我现在说也不起，没有太大意义，他还没出来，出来再说吧，好吧。管我嘞，管我嘞。你去嘛，你开车去啊。嗯。嗯，我直播。啊。你去嘛。回来吃饭啊。不能回去吃饭啊。你们晚上有事啊？好，可以整早点嘛。对，天气很好。不是，其实这个是给老爸、给老妈买的那个红色的一个车，知道。我当时在成都买的，2019年在成都买的。开车老爸呀，具象化的例子就是，就比如说运营商的数据，它就是这个就是可交易，但是运营商它是一个已经是一个很大的东西的一个公司了，然后这如果真要炒的话，可能就炒一些旧的。一个之前是一个传统业务的公司便转型成为一种数据型公司，这种才是弹性比较大的，然后同时它的这个数据的怎么说呢，我给你想想那个叫啥，它的商品属性会更重一些的会好一些。对我老爸有点严厉，对，为啥我之前会，我上个星期会给你们提这个东西，这个呢？
就是因为这个东西，这个小商品是我之前做过的，带我发家致富的东西，是我比较熟。它有啥动向？就我，就那一波做下来，其实和公司里面的人都已经很熟了，有啥动向，心里有点数。他们西跑过去，然后给婆婆家挣点东西。啊？给婆婆家挣点东西，给我婆家。哦。嗯。跟他婆子吃饭一样。妈晚上有事情，给你买点东西嘛。对啊。鳄鱼种本来就是做补长做的最好的，用那个，这个还没到它，还没到它的节点，还没到，但我觉得这个故事是可以抄的，我自己觉得可以抄。早晚的事情，而且你自己看这，他这个相比其他的来说，你看他能横在这里横这么久，马上就是破我去年做的那个高点的那种走势了，算是一个新东西吧。反正我要做什么东西，我都是提前做好预期要做的，就包括前段时间我要做那个券某商，也是提前想好的，我不会马后炮的。反正我有啥我都跟你们说啥，然后合适的时候我就会去参与。主要说我现在平时就研究东西也不多嘛，那是你自己赚的，跟我没关系，不用刷什么大礼。抽完这根烟休息了，今天下午播的差不多了，等会看你们也疲倦，对吧？周末还得有点事陪陪自己家里人。平时收盘怎么玩？不疲倦，主要是小黑板晚上回去不播了，没事。海绵不来找我玩，他不太喜欢小地方。这包抽完了。哎，你点进去不就有那个浏览量吗？你就找浏览量多的，你就知道了。昨天不跟你们说那个电话会议吗？这不今天人家就安排上了，对吧？等一下，我得把它遮着一点。对啊，看得到吗？就是新能源嘛。
新能源的这个叫啥北汽，北汽，聊聊北汽的东西，我也没去听，我不太喜欢听。等一下，我上洗手间。稍等一下。你睡着啊，爷？听多容易上头，反正正向的说你听得多上头也挺好的，没啥不好呀。是别冲动啊，别冲动啊。别在我这吹票带节奏，我这不带节奏不吹票的。对啊，你们还是很冲动的。再聊七分钟，一个半小时，不完，一天一包吧。进门那个是，那个是进门就小程序嘛，微信小程序专门看那些电话会议的，但是你要有白名单你才能看，白名单就得买他们的服务，知道吧？找卖方有啥？你要研究说我，你要找销售我这太多了呀。你要找哪个？全销售，我手机里全是销售，这是什么都，就销售。我这就是销售多，各个全然销售，销售多。都是漂亮的，没有一个不漂亮，不漂亮我不会加的。不漂亮我加他干嘛？我操！海绵哪来的？别吓我啊！这都是我认识海绵之前加的，好吧？海绵真来啦！海绵，那些都是我认识你之前加的啊。嗯，你在的。我可以点开聊天给你看，一个都没聊天，对对对。兄弟们，你们坑我啊！聊点别的呗，聊点别的呗。聊点别的呗。没有，我那些是为了工作呀，为了工作，
怎么搞啊？20万一个行业，20万到30万一个行业。一年嘛，但好像现在进门他自己有一个销售，就你买了进门的会员，然后你就可以所有的会议都能听，好像是这样，我也没有买过。我为了直播效果，我哪知道他在呀、啊。来了，尴尬了，把梦尴尬了。哦，对，现在还有一些，就是那种汇总型的，就比如说，你说到这个，我还要讲，有一些汇总型的，就你如果感兴趣的话。只是等一下，星球。等一下，别唠啊，别带节奏啊。之前免费这些我很久没有看了，这个是免费的，这个短评信息，这个应该是免费的。全免费的，然后这个是我的，这去年我开始做容量的时候写的，3月10日。就这些这个应该是免费的吧，这个应该确定是免费吧，我记得像这种没有那个的应该是免费的，这个应该是免费的。这个是免费的吧，哦不单独，哦好吧，好像这个也不免费。都没有免费的，我记得最初它是免费的，像这些我也没有付费。其实这个遇到有一些时候可以用，这个业绩的，我觉得他写的还蛮好的，他有一些东西他点评的还行，这个我觉得可以。然后这几个没怎么看了，这个猫哥我之前买过一次，但是感觉也一般吧，写的也一般。它主要是一些偏宏观的一些东西。看我老爷子在干嘛？你在干嘛？你刚子？你妈走大道哦。对，太阳很好，天很蓝。这爷爷，小心一点啊！他坐不住。94。他坐不住，笑不到啊。啊，笑不到，我爸爸去泡一下脚，我妈去婆家去他妈的，有啷子不行吗？泡脚，第二个，泡脚，泡，你爸爸不行，晓得，走，快点，我得盯到你啊！
像吗？很像。像吗？嗯嗯，还是可以啊。嗯哼，可以。哎，我要是九十多像你弄啊，好。这不像得了了，是吧？不像。嗯，在。小心点哈，你相片在哪里？相片你放在哪里呢？放在相册。我呢？嗯，我们家的相片。啊？相册。照片。我的照片。嗯，照片。照片也是丢了的。你放在你那柜子头，去拿你那钥匙给我打开柜子，我拿出来。看照片，把你那柜子打开，拿来我咋也开。我要骗他开他的那个保险柜。他把照片放在里面了。3块钱一瓶的茅台。怎么可能是金条？泡椒，姜是泡椒。那多还是不行啊。嗯，中了中了。给大一点一嘛。你不要操心啊。嗯。你不要操心，你拿钥匙给我咋也开。那个。拿钥匙给我咋也开，我拿相片。相片我一本了吗？啊，你放在柜子头嘛，对不对？啊。拿钥匙啊，我也开啊。哦，钥匙在哪才行？我怕不会哟。哎，钥匙肯定在你这。哦，他开的，我拿给他看。开点。我就拿相片，我啥都不搞。你拿给我嘛。他不给我，他不给我。你太慢了，我咋也拿。给我了，我也拿了。哎呦，我的天哪，服了。哎，拎了钥匙，哎，90多岁了，他脑袋清醒得很，我跟你说。等他慢慢磨。这个看是好上不来，福利一个箭步就上来了。我手机想要来拿什么？嗯，走。我就是拽着我。嗯，中吗？中，慢点。我都好多年没看了那个箱子。在钥匙。他慢慢摸进去，哎，着急呀、啊！斜坡它会滑，还是要用台阶。斜坡之前是斜坡，它会滑，算了，还是用台阶吧。
对，斜坡很危险的。你看，这东西也是古董了，我估计这种电炉你们用过没？这种。这外板木，哎呀。这给他平时安的摄像头可以看的，他平时坐着。好了，腿满，满练，注意脚杆。背书就是个小木盒子在那儿。那这样我也不行。你看他给奶奶做住大的，他住小的。哎呦，那个说。不爱开了。你也开了不开了。哎呀。他不给我开。嗯，我出去，你拿嘛。我看是哪一把钥匙。轻得很，开了吗？哎呦，我看见，我来了，我来了，还有啷子没？还没呢，其他我看一嘛，这个上了。哟，还正常的哟，平板。啊，还有这是好多年了吗？2011年。九。嗯，还藏得有啷子？我再求烟。啷子的？我看一下嘛，呀，你不要着急关嘛。你来干嘛？这个。好，我来。他关的比谁都快。哎，笑死！这不给看，不给看。嗯，有我小的时候，我小的时候的照片，看到没？小的时候我长这样。不像啊，有啥不像啊？这怎么可能不像？只有龙一本呢，还有没得哦？等等，这个，我再接待。哎，还有小语本的没？还有本没？还有本相册没？嗯，哪的？还有本呢？咋的？
啊，还有本，嗯，嘴蛮宽的。哎，等等，蛮真屌啊！这本这个是吧？这个是向前。哦，好，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关起，关起嘛。对，关键时刻不服过，不服从。来看一下，我都好久没看了这些小子。那你看老年人这个相片，都是拿长着的。像我们现在全部在手机里面。这个是我大，哎，这个是读，我靠，读高中的时候，好像也不像我现在的我啊，那个时候咋这么胖啊？读大学的时候吧，十年前。好胖，脸都肿了，现在像了是吧？这我爸。哎呀，我觉得我和爸长得还是蛮像的，很像的，很像的。三个都长得挺有辨识度的，我再给你洗些照片来不耶？再给你整些照片，你张照片不够多啊？嗯，再给你整一些照片哈，洗些照片来。抠点你看。嗯，再给你洗一些来了。收敛本事，看你没本领。嗯，还有没来得及点？嗯，好了，得看个照片也行了。还想聊点啥，老师们？还想聊点啥？这本来是你们的嘛，嗯，没晓得。怎么看热点、啊？你就看谁涨多，就谁是热点呗。我爸、我妈和我。嗯，我是嘞。这都好多年前照片呢，好小啊，那个时候二三十年前的照片。悟道吧，好吃吗？悟道吧吧好吃吗？这里面还有啊。我哪是？嗯。太好吃了，用油煎的是吧？有啊，年轻人就看两，就一个模样的。
想过退出股市，想我这不就半退休状态吗？他什么东西都拉锁子，所有的东西都拉锁子，这里面锁的东西都要发布。开灯哦，秋月们。哦，还有啥这东西？我看见你有个啷子东西放起，慢点又放国旗啊。啊，东西多，关自爆了你。哎呦，有个啷子东西放国旗啊，水果。啊？咋有股酸味嘞？啊，果子你吃不吃？咋的嘛，果子？哎呦，放过期啊，酸了。啊？酸了，酸了，在哪？果子呢？在哪里？我给你拿出来，你一天缩在里面又不吃。果子咋的？这里面？是纸的吗？那啷子东西算在哪点？啊？在哪点？我给你拿出来，算了，这个是吧？哎，直接拿出来，你一天缩在里面弄的，这出来。肯定是服了他，什么东西都拿锁子，你锁子就放过期的呀，这些东西拿锁子干嘛呢？拿来吃了呀，等会又被老鼠吃了。我跟你说，他放里面的东西，老鼠那天我看，有我两个拳头这么大，全是吃他的东西，喂大的。那天我还抓老鼠，啊，皮卡丘是的。最多花一个亿，兄弟，一个亿在哪里？你告诉我啊！一个亿在哪里？你告诉我，我去领。还花一个亿，我的，笑，害怕死了！网上大家人均一个亿啊，这钱这么好挣啊？钱一点都不好挣，兄弟。有这些拿出来吃啊，我把你这些盒子丢啊。网上老是人是啊，太有钱了，太有钱了。好好珍惜这波行情吧，赚了钱老师们就稳一点，对吧？好不容易回点血，一定要记住一点啊，就是好的时候是很少的。好的时候是很少的人，特别这种行情。这种行情挣的钱就
不要乱花，能留着就留着，知道吧？因为不好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远远比好的时候多太久了，你不存点钱真的很难过的。天天抱着回本的想法，指不定还会亏更多。我老妈就是，她每次就一点点买，她反正她就觉得输了，她觉得她输了20%-30%，但是看起来才输几万块钱，她就多加。她的想法就是，那好的时候我多加一些钱进来，一会儿就能挣回来，但她忘了。他的那个收益曲线跟他进来多少绝对值的钱是一样的关系，你加多少钱进来你该20%-30%还是20%-30%，所以说跟钱多钱少没啥关系，而是你赚不到钱，赚得到钱还是赚不到钱，这个才是有关系。所以说千万别觉得你才亏了这么点，反正我加点钱进来就能打回来，不会的，你还是会20%-30%，知道吧？只有你啥时候真的是正向的才行，因为你这种最后的结果就是越就和套池一样呀，打牌套池一样呀，你就会套在里面。他并不是你这个想法，知道吧？还，我家里有几个姨，有，我看一下，我的二姨也是炒这个的，但是她比我老妈好，在好在哪里？她就是她套住了，她就不卖，她就有点工资，她就来补补补补补。有些东西她真的套了一两年，她这样补着补着，她还能补赚钱。我老妈是，啊，输了。就买新的，输了就买新的，割了就买新的，最后这么多年人家是赚钱的，他是亏钱的，同样炒的，知道吧？别人那个虽然套了一两年，但是人家有点钱，挣点点钱，他这样补补补总会弹起来的呀。他筹码又没丢掉，我觉得普通人炒股就这样的。对，还有个风险就是这个嘛，很多人就是这个。我都跟你说了，像他们就是这种最后的结果都是不好的，这种天天这样。我老妈已经把好运哥取关了，你们知道是哪一天取关的吗？就是那天我还有印象，就海绵刚加钱进来的那一天，他大早上的，就是9点钟之前他就跑来我9点钟才起嘛，他跑来我房间，他就说今天一定要干，他就给我发好运哥的文章说，这种时候就得天天干，不能松。然后好，那天中午，好运哥又继续发文章，就说叫你们天天干吧，对吧？又1.45万亿哈，你看我又满仓了哈。然后下午，哇，再不跳下去。然后好运哥来个，然后好运哥又发个文章说，哎，我又被迫的卖出了我的筹码，感觉还是要控制一下这种时候。好，第二天啪又弹起来了，我老妈就取关他了，就直接取关他了，都关注了这么久。就取关他了。嗯，他不信我。你个取关，笑死我了。我也不晓得有吃不。对啊，这锅子你要拿出来吃啊。
那这个看完呢？找到没有？找到啊，找到照片。找到我吗？找到你啊。啊？找到你啊，给你上下子镜啊。上什么呢？上下子全国人民都能看得到的直播。我老妈就喜欢那种今天涨啥她就希望我是买啥的，她就点不起我的权谋上。早上你也睡着哈，睡着了。哦，这样子这样啊，好。不是觉得太慢了，他会觉得我很多时候是脱离市场的，他会有这样的想法，知道吧？哎呀，我骗你们干嘛吗？没得，没得，找不到。再赞，再赞，第一页，我给你找。哎呀，我爷还挺喜欢直播的，早知道我给他开直播算了。啊，在这，看到没？多帅呀！嗯，奶奶奶，给你看。来来来，可以了，可以不？可以，精神的很，帅的很。哎，可以。年轻的时候嘛。这也不算年轻的时候，还有更年轻的时候没？啊？还有更年轻的时候没？年轻的没，在地下。啊，在地下。地下还有个大本子。啊，还有。在。嗯。哎呀。是啊，这是哪里？重庆。对。你看嘛子，这个吗？嗯，啊，好，好，好，我给你发。他要上电视，我的天，太有意思。他要上电视啊！好好，找这个，他要上电视。哎，这个是找过他来了。哎，是。我出去三千块钱拿给过来不会，他不拿给我过来我不会的。嗯，还有陪着。我就有点喊，有一个事，开门喊我去把地下扫。结果我个想好在门口是要走路那不行，要不然他才三千块钱就是干的。还有多了，这个时候奶奶已经去世了，就是不是现在这个奶奶，是原来奶奶去世的。哎，好了哈，可以了，可以收起了，又不给我看你箱子，收起了，收起了。还要看哥哥啊？不看了，不看，没得啊，没得啊，就这些东西看完了。还有个大爷嘞，在哪里嘛？他和我大爷在哪里？还不是在哪里？嗯，不看了，这本来说七分钟以来，我本来都不要了。这是哪个把？把装起了，装起了，拿给装起了。啊，我帮你装嘛，那钥匙给我帮你放进去。嗯。你省得跑，那钥匙我帮你把这个放进去。看我这个都是一个钥匙。他不要，这不让我。那他要自己放。说大点喽！啊，你哪个嘛？哦，可以，我还说，我还说。大点喽，大点。嗯。啊。对。你这里面还有箱子，收箱子。人参你那放里面搞啷子？蛮放坏了嘛？哎，放点底下。你人参你要放里面搞啥？放点啊！等等，这些东西啥子？这里面啥子东西？那些不是的。这啥子啊？哎呀，是啷子鬼哟！人参你那放里面搞啥？放坏了嘛？啊？嗯，我服你了。不对。哎呀，我翻一下。这样子啊，走走有奖章啊，
你看，光荣在当五十年，张张。而且这些奖章，还有这是其实缺乏的这些奖章，我还有啥子宝贝在里面呢？你找自己好吧？真的，让我看一眼这东西。这里面什么呢？啊，钱包在那里，你看钱包看。钱都不得，嗯，你钱呢？啊，你钱呢？哟，哟，你好大的哦！我帮你揣起走了嘛。给我，你们这是双鱼哥。给我好多？40块钱。嗯，对了，妈充点钱，给我40块钱。那笑死了，老头。给我40块钱，哎呀，太抠了。我看还有一样子东西、啊。嗯，可以，好看，拍得好，收起。啊？盖起，盖起，结婚证盖起。去，看还有样子鬼东西。没得那种东西啊。哎呦，还有公交卡，我的天呐。那我把你拿起拿捏啊。我抽几张走了嘛。啊？拿几张给我用。40块钱。拿200块钱给我用。抽几个抽啥？啊？我白买饮水机的钱哈，可以，哈，可以。你不给我买，你给我买。买1000块钱饮水机，好吧？我拿200块钱给你买1000块钱的饮水机，你给我200就行。你要还是有？我不要啊，可以啊，走吧。两盘。嗯。放去，放去，把照片这些放去。来，放去。好了，总算得看见这个箱子了。放去，你拿啥也不行。哎呀，那天我给你拿的酒，你咋不拿锁在这里面呢？嘿。不得钱喽。有钱有钱。你买钱不拿？就是。可以了。说啥的？说啥的？嗯，给你说钱。哪个说哪个？嗯，好。你这说得到哪个？嗯。反正我这个直播过两天，直接人家来帮你这个撬啊，才不外露哎！人家一看里面有茅台就有钱，再帮你偷。这老年人的东西不会有人偷吧？年夜话说，到现在法治社会，你说像换爷呢？坐标扒一下干了，坐标。那点钱你们都惦记吗？我觉得这个格局也太小了，现在偷书都没有偷的，更不要说偷这点钱了。小心无大错是吧？1000多块钱，对啊，有啥意思？脑子抽子的钱。估计还不够你们飞机票的。30块钱的钱，嗯，好，可以加一手。
走走走走走走的啊，我出去外面要过了。哎，坐到我等下来收，我来整。啊？你坐到去，我来整这些东西。把这些东西放在外面，不放外面你不会吃，慢放过去。你拿去是吧？我不拿开，我放外面。嗯。然后剥给你吃。可以了，聊得够久了啊。好像也没说啥有用的东西，感谢老师们陪我过农村生活，直播日常。柜子直接搬走，小商品整那个，这玩意我都还没开始做。你们又想进去埋伏我，就像那几天我跟你们说缺某商一样，他哪来的？我在加仓干，你们是不是都在打我呀？我就说那天怎么封都封不住，我的天了，就天天领先我是吧？有多少人那天砸的我的？出来说句话。嗯，我们那天买的，别感谢我，那是你们优秀。嗯，这薯片还好吃。尿缸子啊，你有出来缸子？周末愉快。不知道他估计和我玩兴奋的，他和我直播兴奋的，他要全上电视。那我有走了，走在高头看没？人家。看到身体还好，嗯，身体好，身体好都是走过的。哎呦，不笑了，小鱼高爷。对啊，平时没人陪他玩啊。哈，要了。嗯。有两万个人在看，啊？有两万个人在看，在看的。看的。两万多。嗯，人。哦。都垃圾司机看的。一百的有两万多啊。就是，有两万个人在看的。你来来看啊。就这样看的啊，拿起手机看的啊，那不拍在里面的吗？嗯，加了十倍杠杆。
两万个人，全中国有两万个人在看你。是吧？嗯。又不拿点钱了？哎，有吗？听到没？让你们拿点钱。没有钱想看啥呀？拿点钱来。他说你又不拿点钱呢？你三十。35万的，你整天忙不忙的？啥都没得。嗯。他吃的还放辣一点。嗯。就是那个吃面个。嗯。嗯。今天是60。六十。5000。加钱话也是那个。俺两个够用了，一个三千呗。嗯。海绵才是金。没有，没啥。没的，你要笑死了，你这么说还有点像。安点你，他们刚刷2000块钱，嗯，他们给你送了2000块钱礼物，好久，刚刚在这上面，我就可以变成2000块钱人民币，啊，就弄个小哈。他们给你刷2000块钱礼物，看点，到时候我银行提给你，提给我，提给你2000块钱，耶，就弄哈，你就多笑哈子，他们就会刷礼物，嗯，好啊，对，2000块钱哦，哦，我分一千给你哈，哦，你分一千给我，好，可以，分一千给你，那你拿个等着走了。不用刷，我忽悠他的，等会儿来了就行。小开花了，你听到没？笑死！来，走啦，走啊！哎，走到吧。嗯，昨天我还在讲啊，嗯，我认不得超过这个标准的吗？超过啥的标准？超过啥标准？你说，哎，你得笑才有钱耶，笑，啊，笑啊，嗯，笑。你看人家一直在刷礼物，看没？你看他一直在送东西，看没？一直在送出爱心一个，这个爱心一个就10块钱。你看没？你看10块、30、40，一下子就50块钱啊！我有这个个80。你看得到不？那我这个送出爱心，送一个就10块钱。你看还在送。喊你爸爸了，他什么啊？他工资里的一万，要完了吗？将近。我爸直接打钱给我的呀，他还送了礼物。你看爸爸抠的人。也打招呼，这样手打招呼，给他们打招呼，啊，给他们打招呼，这样手打招呼，哎，厉害，
太有意思了。他说我拿钱给你，我只要有钱的对吧、啊、好好好，可以可以，我到时候分你1000块钱的对吧、啊、我拿钱多了也没用的。好，可以可以，以后我给你拿来，然后也银行取给你哈。不要送了，不要送了，别送了，开玩笑的，谢谢谢谢谢谢。你还真去送小星星，你送这么多小星星，等会儿等会儿他给我算，你看这个送了53个小星星，就530块钱，我要给他分多少啊？那是给一回，没是一年给一回。这个钱啊，你当天播完他当天就可以给你、啊、你当天你马上播完他就马上给你钱，就我就拨弄几分钟，我就有好几千块钱。哦，嗯，但是他有封顶的，封顶就2000块钱，一天最多只能挣2000块钱。后来我拿钱了，我拿小用了嘛。对，超出2000的都不算。啊，我也够用。不，等会等会等会，他说这超2000了咋办？笑死了！那是要好，要100以上的哈。没得，10块钱都。不是，100以上的，100岁以上的。嗯。嗯。你们这还有几个家？80家。嗯。嗯。估计中间2个。大家也2个，这个陈红比家2个，对，路到路。嗯，他说我们这边100岁老人每个月会有，就发几千块钱，1-2千块钱。现在啊，陈红比也没得味道，他小我10岁。我满100岁，他就想活到100岁啊，然后他就去领钱。这妈真的海绵才是亲生的咯。海绵才是亲生的。对的，我害了。笑死。人家吃饭这样子都可以。嗯嗯。就是走路就不行。嗯，九十四了，还有6年，有补贴吧？反正，哎，只要老头子身体健康就行了，啥也不求。因为海绵也很贪财。嗯，没有啥，没啥。你看得到你不吗？看得吗？嗯，看得到你呢哈。你弄啊，大家都看嘛。嗯，对，大家都看得到。笑死我了！不用送了，不用送了。你把我抱着一道倒。嗯。还得。玩的我本来早就不想播了，被你弄开心了。谢谢谁给我好大。六十个。一个月给你好多退休工资吗？600。600块钱。6000块钱。嗯，我还有600块钱。应该是8000几。啊啊，好好好，你不要算了。你说你们告诉我你全部拿去。嗯，好好好，你别说。对，他跟我告错了以后呢，他说别人给他算工龄算少了，本来他可以有8000块钱，现在只有6000块钱。嗯，你爸爸和你妈去，但是你不要问他，你问他你，我就困了。对，我是32年的哈。嗯嗯。他给我改，那哪个位啊？嗯。
你哪个是看不完？我不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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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看。三十年，三十年少的。嗯。三十年的工资。嗯。至少都是8000。嗯，好。一个月。好好。这如此。哎呀，能给你发都算不错了。嗯。这单现在，正常上班年轻人都发不起工资。能给你发算不错了。我们这边我的同龄人，你工资那么百多岁了吗？都很多，好，就是上了两三个月的班都没有。我的工资是工资的8000几。这个小地方的经济情况太严重。你不要算了，你能有已经算不错了，人家好多工资都发不去。打不起，打不起。我上次一年是这个38年，两个是80一个月。嗯。第二个是就没有电。不是我们这边年轻人。20、30。反正我家一个亲戚的女儿就在我们这边的市医院上班，他们已经6个月了，没有发一个月的工资，6个月都没有发。30年都是6个月都没有发。工作都退休，工作从来一样，是因为耽误了。对，医院都不发。工作真的扎实。嗯，对啊，市医院6个月，整整6个月没发呢。嗯、就是有食堂嘛，有宿舍嘛，有吃有宿舍，就有宿舍有食堂，然后你该工作工作，他欠着嘛。后头干脆还了，还给你钱不要，我不要了。你说啷子？所有人都听到嘞。你再说一遍，你说啥？你刚刚说啷子？你把钱全部给完？啊？你是讲把钱给完？看我还有，不是爷爷们他们都钱嘛？给我是吧？啊？是不是给我？是不是交点别的？你意思讲以后是给我是吧？还给我是吧？以后的话啷个给嘛？嗯。不对了嘛？那你刚刚嗯，不对了。好了好了好了。什么时候你妈看了父母？我没，他不给了。这该扶的时候，有的哥，你就跟他要嘛，嗯，35万，嗯，嗯，好，能35万呢，嗯，给我哈，你妈的不，给我吧，啊，我不给你啊，拿给我了哈，我喊他还给我咋了？这个我不敢讲，因为这个钱呢，嗯。我的钱，嗯，给我几个儿子啊？哦，要他们先分了。啊，还没到啊，还拎得清啊？以后他们管他们怎么吃，是不是你这个办法？如果我是买了个房子，但是他们不会给我买，我拿100的给你。拿100给我哈。嗯。好。对。拿好多给我，拿100是吧？你看开头的我说1000个平米的吗？拿好多给我，拿100个。我说500个平米的。拿好多给我。我拿好多给你们，我他们不给我买嘛。那你们他们想吃嘛。你这。你明白得很，90多岁了。我在嘛，我管的了，我不在嘛，我也管的。嗯。他们陪你不嘛？嗯，他们陪不陪你？只有我会陪你嘛？
只有我会在咱陪到你。嗯。他们的事啊，我们今天不是走，明天就要走。一直在走啊。我觉得思路应该是这样，谁陪，谁陪他，给谁，对不对？我还是没有，也没房子呀，乱买的是没有，两百块钱，嗯，两百万，嗯，别说了，容易引发家庭。我是引不了吗？开玩笑的，嗯，引不停了吗？我不会要老头子的钱的，我开玩笑的。都是你啊。周一干啥方向啊？我就是我看好的，一直去啥呀？套路外面，嗯，外面的人他们啊，真的，差你。我不会干新的，我就拿着我现在的东西。哎，回来。嗯。他和三幺好久，别新的东西我都不干。他们没记住了。啊，没记住了。那你收包成两个。嗯。哎呦。今天有一包了。嗯。三幺包走，我跟你讲了。嗯。差不多了，今天聊的太久了，都不耽搁你们了，好吧？聊来聊去，反正也就这些东西。我还是会拿着我手上的东西的，然后也不会没啥逻辑啊，就是等轮动啊。你问吧，赶紧问问题。哦，八字的。嗯。哎呀，然后我搞快呀。问吧，什么问题，大叔老师？他们那个的。我给他们开了，今年我开了当投机看吧，没有股票的了嘛，对啊，除了钱还看啥？我没，我是再拿几天拿到，我哪敢拿到那个叫啥？拿到那个 AI 分歧的时候，如果券商还不动的话，我就卖了。就如果。AI 分歧的时候，券商动了，我就不卖。我妈卖嘞。嗯。亲自生产，你出现吧。我的意思就是科技都结束了，然后圈圈还不能承接，我就会跑，知道吧？就这个意思。然后这几天我就该干嘛干嘛的。你这个总结的很好。好吧，就这样了啊，挂了啊。就这样，再见。